请问这位小姐在这里工作吗？她是小徐吧，刚刚收好行李离开了。徐之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完全不跟我联络，你怎么会在那里？这关你什么事？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。你到现在还没清醒啊？你没交过男朋友吧？我以为我是真的在谈恋爱。哎，这里是大马路哎。我被骗了我人生中唯一一次谈恋爱的机会。今晚10点，请锁定黄金光辉的人生。